先回零。Back to origin。然后呢？我拉你之后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就是说 x、y、z 方向对不对 ？Check the x and the y axis。然后一般操作的话，就是把材料放上去，然后确定它的工件原点。嗯。就这个。嗯。工件原点，这是清零。嗯。嗯。X Y axis back to zero, back to origin。确定好之后，然后再确定好 Z 轴的。And Z axis。Z 轴的。可以清理，嗯，然后上台，那这种基本上就可以干活了，包装上，好，拍着。